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位非常熟悉的英雄，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第四代主宰龙王。把我们的主宰变成英雄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玩过呢？主宰打什么路呢？肯定是中单呀，没话说。兄弟们，达摩打中单第一次见吧，看我直接拿捏他就完事儿。这达摩不简单啊，残血了我的，先用大招把他推开吧。哎呀，主宰这个英雄有点废啊，兄弟们，下路有情况去支援一下。是主宰就必须拿出我们的气势，别跑了，小小狄仁杰给我坐下。兄弟们，主宰打主宰大家没有见过吧，这可能是峡谷最大的战争了，两个主宰的实力都不相上下呀。今天可是我的主场，怎么可能输呢？去商店看看有什么打折的东西。什么，今天破军居然打一折，兄弟们直接盘了，没有60元咱们6块可有吧，6666的伤害，我看你怎么和我打。龙咆哮，主宰这个位置屁股都坐热了，换我来坐坐吧。后期还有更多的离奇英雄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，喜欢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